我天哪，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起来超怪的。好，超怪是怎样？因为我看不到那个瓶子，好像你正在后面拿什么东西，捅他屁屁。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今天呢，我来到居家棚这边，我忘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我是不是要想个新开头啊？我每次都觉得我的开场很没有特色，但是我问了我身边的姐妹们呢，她们都说，因为你的开场就是很像你的过动儿啊，所以我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属于我的特色。那今天呢，我呢又找到了我们的小事宝贝，还有我们的屁屁，一起来合体拍摄一组，像是很锵吗？很美的照片吧，但是我也把它做锵掉了。在夜黑风高的夜晚，有一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组充气娃娃的照片，而且拍的超级美。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单身宅男们，应该对充气娃娃这4个字并不陌生，是吧？我是说你们，我没有要买意思，我觉得刚刚网上滑到看到了。今天我们就讨论出，我要请柳絮帮我拍一组跟充气娃娃那些不科学的姿势一模一样的照片，用真人拍出来的感觉跟充气娃娃拍出来的感觉会有什么样的反差感？我们今天就来挑战这个10连拍。那今天呢，也会请皮皮帮我们侧录整个拍摄的过程。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那这个看起来是蛮简单的，应该是有办法做到的。哪一只脚？这一只。放在大腿上，只是他奶比较大而已。那个奶在这边，然后我奶在这边。他全身是细胶做的哈，他怎样都不会垂，他是挺的。也是啊，还是相反，还是相反，然后手。哦哦，这一只脚，哇，看被脚困扰的圆圆。对啊。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张可以，可以。嗯？哦，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心机徒弟站起来？啊，这个是怎么第2张就这么刺激了吗？那个难度指数直接飙高。好，然后大腿要朝那边过去，这样子吗？躺着啦。哦，躺着。趴手，这样子的。哦，这样子啊。哎，对，然后甚至再高一点。奶要抬起来，手要垫在屁屁后面了。哦，手垫在屁屁后面。那这一只呢？你看还要碰到脚哎。这一部版本就放在 FB 跟 IG 啊 ，YouTube 人发会狂飙，对不起了各位。加入骑士团就会拿内裤版本的照片。好，下一个，也有一个瓶子，然后夹在腿中间的。好。我天哪，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起来超怪的。好。超怪是怎样？因为我看不到那个瓶子，好像你正在后面拿什么东西，捅他屁屁。盯不住。可以，就这样，就这样。给过。到底是谁想出这计划？我。哎，人家吐舌头哎。吐舌头不用了，不用吐舌头。不用，皮皮帮我劈舌头。不要，而且照片不是有去拍的吗？为什么是我 P？这是手吗？对，左脚弯右脚直，是吗？我发现我跟月月合作几次，觉得月月这个方向感。这个就找个墙壁嘛。这边有白墙，但是要粉红好，粉红比较美一点。 这样子吗？对对对。嗯，然后你的手在摸奶，又要摸奶。嗯，真的会在腹肌。可以，就是它。